时间分出点燃火花闪烁，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，无论是泪水还是幽默，请安心交付于我，再次回到梦境，阳光透过树荫会发现水晶，熟悉的剧情是相遇的声音，无限的可能性，请让我朝着你坐在这里光速飞行。剪枝时应将切口切成斜面，以增加花枝的吸水面积，把切口在80度的水中烫一下，减少组织液外溢，适当在插花的水中增加营养剂，勤换水，保持清洁。从来到这个地方的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会死，很快，断面没有流血，营养液的温度也很合适，应该是他们想让我活得久一些吧，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我都要死了，心情好差啊。第二天，我的身边多了一个新朋友。什么？东张西望的？对周围这么好奇吗？拜托，都是生命最后几天了。你好，我叫小兰。你好，我是小绿。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切下来了。今天天气真好啊。小兰对此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也好，至少不会像我一样整天惦记着死的事情。你喜欢怎么样的天气呢？天气啊，我想想，小时候我比较喜欢晴天。但逐渐长大后，我开始觉得下雨也不错了。雨点滴在树叶上的沙沙声，鸟儿躲在挡雨的地方，抖动淋湿的羽毛的扑棱声。车子行驶在路上，尾灯在地面上反射的长长的光。随着交谈，我也回忆起了许多我一度不再去想的东西，那是名为活着的美好。我也很喜欢雨天。是吗？那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你还喜欢什么呢？蝴蝶，我喜欢蝴蝶。我也喜欢。有一次啊，我看到这么大一只蝴蝶飞过来，比我的头还大。明明都这样了，打起精神来，不能让小兰发现我的忧虑。这个笨蛋。那两只切花最近活得还不错，第一只开始的时候有点打蔫儿，没想到这两天又恢复过来了。唉，这样下去的话，不知能不能一直活着。就知道摆弄这些。再怎么强颜欢笑，死亡的阴影还是时刻在我心里。这种负面思维对我的身体肯定有影响。哦，哇，蝴蝶！啊，原来房间里也有蝴蝶。那是蛾子了。小兰仍然没有发现自己活不久了，真有点羡慕她的迟钝。哦，
小绿，它朝你飞过去了。啊，今天看样子能撑过去，明天应该也没问题吧。嗯，没问题的。那两只切花活得比我预料的久得多。哎，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们能一直活着吗？说说而已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他们能活这么久。该不会他们真的能生根发芽吧？然后啊，那只麻雀就一直叫一直叫。不行了，已经是极限了，个体果然拗不过自然法则。小兰，很晚了，你还不睡吗？啊，真的都快半夜了。那明天见，晚安。晚安。终于坚持到小兰睡着了，无论如何至少不能让她亲眼目睹。小兰，没法再多陪陪你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第一枝花突然就枯萎了？昨天明明还好好的。毕竟是切花，很正常吧。第二枝也有点打蔫，怎么回事啊？第二枝花怎么也死了？真是搞不懂植物啊。枯死了就别插着了，扔了吧。还是活着的花好。别唉声叹气了，周末去花鸟市场买一盆吧。好啊。不知不觉又来到了这里，这个改变了我命运的地方。啊，这悬崖边上没有空气墙的吗？啊啊，惨了惨了，这样掉下去不知道会掉到什么高级的区域。啊，是世界树。小心啊，团长，弱点应该在他的头部。没问题，立刻就杀了他。在我们魔族眼中，史莱姆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姑娘。呀吼！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可怕的怪物，可是，在魔族眼里，他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嗨，一起玩吗？你能陪我聊聊天吗？啊，不行不行啊，怎么能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呢？说不定在魔族眼里，这种怪物本身就长得非常乖巧好看啊。下不了手，下不了手啊。团长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冲过来了。团长小心呐。怎么办？自从知道了魔族看到的世界和人类不一样以后，再也无法对魔族出手了，怎么办啊？团长，你呼吸，呼吸好困难呀！你已经被吃掉了！可恶，我们马上来救你！雷电，圣光球！
手，别杀他！啊！什么？不要，不要杀他呀！用个沉睡法术什么的就好了。船长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别废话了，总之，不许杀他！我可能再也无法伤害魔族了。哎，那不是第七骑士团团长吗？他好像连续好多天都躲在这里看书啊。哎，是啊，他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去讨伐魔族了。对对，我还听说啊，他在试图学习魔族的语言，好可怕呀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哎，累死了，魔族的语言好难啊。哎，学个语言都这么困难，更别提学习魔族法术了。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魔族法术方面的书。想来应该也是禁书。没关系，时间有的是，总会有什么妥善解决的办法吧，能让人类与魔族和平共存的方法。第七骑士团团长小兰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您的反抗将被视为叛国，请您多多配合。你们要拘捕我？速报，是关于人类的动向吗？啊，是他。前第七骑士团团长小兰，伯伦希尔骑士团经过表决，一致同意将你从骑士团除名。先收回你的骑士之剑与骑士之盾，革除你的骑士身份。如再发现你有勾结魔族之行径，整个人类世界都将视你为敌人。李宁，果然传送点对我已经没有效果了，看来我是彻底被人类世界给抛弃了。小兰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这个叛徒，快滚出村子去！来人呐，小兰来村子里捣乱了！来人呐！我不是啊，真的是他！滚出去，不许来我们村子！之前他还对大家那么好，原来都是假的！人不可貌相啊，想不到他会串通魔族！哦，他之前还带来了有黑翅膀的人来这里，果然是坏人呐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明白了，没事，我出趟门，村子也回不去了。村民们见了我，比见了怪物还凶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，这个改变了我命运的地方。我想要再试试那个 bug 还在不在，然后去寻找答案。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，什么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你在那扇门口。
般绚烂，这心情都等待完善，偏头痛起床气，下定价你就变得一包依然，迫不及待的手机铃，外卖途中的冰淇淋，下班路上的火烧云，逛街社区已经人群，时间风帆的每一天，时间稳定的在向前，得过且过是你磨练，这是意外还是新一天，哦要让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轮，突然回首你在那扇门口，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隔着屏幕为了所有默念想你思念的心发愁。